香酥可口，充满海味的避风塘酥炸鲍鱼，带着酸辣滋味，让人一口接着一口的椒麻口水鸡。满座的特色佳肴，预告着年节的脚步越来越近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预订外带年菜成了许多民众除夕围炉的首选。看好外带和冷冻年菜需求，饭店业者不但集结旗下各分店主厨拿手的功夫菜，设计满足不同用餐人数的外带年菜组合，更首次推出线上冷冻年菜宅配到府的服务，让婆婆妈妈们轻松复热，就能好菜摆满桌。一切都以妈妈煮的时候复热的时候方便为原则，如果我在里头弄很多的撇步，弄很多的一些有的没得的专业，其实对妈妈来讲帮助不大。有传统年菜选择，主厨们也发挥巧思创意，开发特色佳肴，像是透过低温疏肥的牛肉料理，不但可以单吃品尝牛肉最鲜嫩的风味，还能加入简单的调味，变成一锅热腾腾的牛肉锅，让团圆围炉暖胃又暖心。